我们现在国田国际医院在高雄目前成立的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目前就是2年半了哈。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很荣幸的有魏主任呢来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成立了我们的那个乳房外科的乳房中心哈。然后他本身呢，他是高雄人，然后之后在中国医药大学进行他的那个就是医学院的教育，之后呢是在林口长庚做住院医师，然后在马街的体系呢工作了总共15年哈，所以他在这个乳房这一块乳癌的这一块呢涉略非常非常的深，而且拥有非常非常多的病患哈。尤其我觉得最佩服他的是，他有许多许多的就是病患呢可以远从那个台中马街老远的跑到高雄来，特别来找他做就是乳癌方面的治疗哈。然后吴先生呢，他本身呢是在，其实他的乳癌是在台北马街被诊断的，然后慕名而来找我们的魏主任做这个乳癌方面的治疗。而且手术方面是非常的成功。一般来讲的话，乳癌已经不是我们女性的专利，通常呢在男性也是有乳房的哈。它的发生率大概是在所有的乳癌当中呢，大概100个乳癌患者里头，可能就只有一个男性患者会是乳癌哈。所以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做这一方面的检测，要自己的做一个预防，然后所以我们的今天的 focus 我们还是转交给那个魏主任，由他来替我们介绍这个乳癌，还有吴先生的故事，谢谢。这是我去年回到高雄来跟各位乡亲做一个服务。那就是很高兴加入国田这个大家庭。那这个医院的特色就是说，他非常的尊重专业，然后给医生非常好的发挥，他的设备啊，还有一些整个团队都是在我这十几年医师生涯中看过最好。那这个吴先生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刚好下个礼拜就是父亲节，那他的治疗也都做一个结束，就是都很顺利。但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那个诊断，然后马上就进行手术。那手术非常顺利，之后就因为是第三期要做8次的化疗，那也在上个月做完所有的疗程。那其实一开始都非常抗拒这个手术跟化疗，因为坊间就会跟民众就是都流传着说啊，这个开刀很恐怖啊，很痛啊。然后做化疗，归啊，拢一类的，就是生不如死这样子。但是这阿伯其实一开始也是有这样的疑惑，那就是等一下他也会跟大家分享说他整个手术过程还有化疗的过程，其实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都是非常就是平顺的就可以完成这样子。那我先稍微再简介一下，这个病例，然后等一下请阿北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一个状况。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其实现在发生率非常高，因为像上个月就是朱丽静过世啊，在上个月是朱心怡她那个确诊，然后也完成化疗跟手术，所以这个发生率非常高。那其实在之前也蛮多艺人的，所以这几个月我们乳房外科是非常忙碌的。那怎么预防呢？就是当然就是这个饮食要健康哦，就尽量吃一些蔬果啊，不要吃加工类的食物，然后油炸太那个重口味的少吃，然后要多运动，然后保持心情舒畅。因为其实哦，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乳癌跟这个遗传很有关系，其实90%的乳癌都没有那个家族病史，大部分都是这个后天造成。那后天就是这个饮食啊，还有我们这个环境的一些污染哦，有一些环境荷尔蒙，像塑化剂，还是那个其他的毒素哦，都会让乳房产生病变跟肿瘤。那我们医院就是
有做一个微创手术，就是我们医院的外科都蛮强，就是都标榜的做那种微创，就是伤口比较小，比较不会痛，恢复比较快，就是跟那种传统的有一个区别。那男性乳癌哈，那这个照片会提供给大家哈，就是会之后发给群组里面。男性乳癌其实就是都以乳头的一些肿块或者是那个疼痛来表现，是会蛮其实是蛮明显的，但是因为男性哦都会比较害羞，就是觉得这个比较丢脸，不敢来看医生哦，有时候就拖了很久，就会那个就是延误到治疗，那通常都是等到流血开始流血以后，才不得不来医院检查这样。那因为哦这个阿伯他那个一些心肺功能比较差哦，就是。其实在麻醉的风险是蛮高的，那我们就是的手术团队跟麻醉团队都非常的强，就是整个都准备好之后呢，这个十分钟手术就开完，不到三十分钟整个手术就结束，其实是非常的快。我们的那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用微创，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辅助的设备都可以加速这个手术的顺利跟伤口的愈合。然后呢，当天呢，阿北哈，就是大家等一下会分享说，都不会痛，然后他已经在吃便当，然后他本来以为还要请什么看护，然后住一个礼拜这样子，其实他就开始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这样子。那刚刚这个资历那个副院长帮我介绍。好，这个是之前的那个金马奖颁奖，这个，姐夫就是这个韩文胸部的意思，就是也是提醒大家说，只要是那个人哦，就是不管男人女人都有胸部，都会有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不管年纪哦，像我自己的患者哦，从那个二十几岁，我年龄最小的是二十三岁的一个女生，她就是喜欢吃炸鸡跟泡面。那最年纪最大的也有到九十岁这样，那国内也有十几岁就得乳癌的患例，所以案例，所以其实假设家中的一些亲朋好友有一些症状，还是会建议他要来检查这样，只要觉得说那个年纪小或就比较不会得到，或者是他没有家族史不会得到。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在乳癌方面哈，有遇过有五个男性的 case， 那这些案例哦，通常来的时候都是第三期或第四期，那第四期有的就比较危险，就已经转移到肝脏哈，然后就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治疗，因为他们本身治疗的意愿也会比较低，就是因为害怕，其实以目前的技术哦跟那个药物都是可以治疗，但是。通常都是因为害怕不敢治疗，那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哦，就是说，像很多病人都有这个 B C 肝哦，然后或者是那个有什么肝硬化，或者是说肝转移的问题哦，那像我们的大家长这个副院长的专长就是肝胆肠胃科，所以我们就互相支援、互相转介这样。那我自己统计哦，这些人哦，通常都有抽烟喝酒哦，啊，其他当然有的是有家族史啊，或者是他之前有一些那个特殊的疾病哦，但是我自己归类这五个患者哦，都是因为长期抽烟喝酒造成的，那我们都会尽量劝他说，这个康复以后就要戒烟戒酒这样。那这是一个期刊上统计说有可能会得到男性乳癌的一些风险啊，那零零散散的非常的多，那当然就是有一些基因的因素啊，或者是说荷尔蒙失调、肥胖，然后甚至睾丸受伤或肝脏有问题啊，这个有一些肝硬化的病人就也蛮常会这样子，那就刚提到就是说病人常常都抽烟喝酒，有 B C 肝，会造成这些
肝胆肠胃的问题。好，那另外有一些，其实大家大部分的一些男性乳房肿瘤都是良性的，90%几都是良性，就是做一个微创手术就可以解决了，其实也不用那么紧张。像我们它本身有分级啊，当然就是有些人是会疼痛，还有些人是会那个因为这个乳房过大影响到自信外观，造成他一些社交的一些不方便。那我们假设是一些年轻男性哈，就是国高中生产生这个乳房肿瘤或是疼痛，大部分都建议他观察。但是因为那个高中大学哈，有一些交友啊、社交上的需求，那个男生乳房过大就会造成他自卑哈，他就通常比较会选择做一个手术。那我们的手术呢是都采用微创的，大家看。这个应该有西兆杯以上，那我们也是用一个微创手术，就一个小小不到1公分的伤口，就有点类似像抽脂这样子，把里面多余的乳腺组织跟脂肪把它抽出来，这个术后1-2天就恢复，就可以出院。好，这些这个照片跟档案的啊，看就是发在群组给大家参考。那我们医院的特色就是说我们是以一个病人为主中心的一个照护团队，就是说病人的需求就是我们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优先的考量，都会仔细的聆听。那像做这个乳房手术呢，第一我们就是微创，然后病人想那就是想要做局部切除，想要保留，我们都尽量能够保留，然后就是伤口能开越小越好。那他假设有一些疑虑说会不会凹陷啊，会不会那个外观会不会改变呢，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微整，看是要用脂肪去填充还是用玻尿酸什么胶原蛋白，都可以做到一个 后面的一个修饰。那因为乳房保留手术还会牵涉到要做一个传统电疗的问题，那个耗时耗力而且又很痛，然后又很麻烦，那我们也是有配合相关的仪器，就是可以手术中一次解决，就那个开刀同时就完成电疗，就不用再去做那种传统的，那个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大家都蛮痛。那假设患者他肿瘤太大，他又不那个很害怕复发，他们可能会选择做全切。那全切的话，我们也有提供做一个重建的咨询，那就是这个重建的话，我们医院是有乳房外科，啊，我们本身也有那个整形外科，但患者可以自由选择，看说他要怎么那个处理，我们就尽量配合他们这样子。那我们就是那个现在摩的呀，还有那个曼陀的原厂认证的医院，我们都拿到那个相关的资格这样子，然后我们的成果也都非常好的，所以有需要提供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一些重建成功的照片给大家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稍微请阿北分享一下他从那个确诊的那时候的彷徨，然后到如何决定手术哈，还有那个他这个化疗的疗程的一个心路历程。先讲那个确诊那时候啊，我家己在帮忙，有一个就是去帮助，啊，找四个医生讲，健康问题，讲讲笑的，无可能啊，啊，咱哪放心啊？放心，先过来帮我聊，我安排在做了后面班，开个跟他跟他打个电话，对啊，啊对啊，我到台湾见都安排过，我见人家很熟。啊，就是为你做，但是年纪就介绍，到我听做，啊，我不是几，是几日了，我不做那个，啊，买介，你若要甲我开，我是要准备啦。但是我开了哦，拢袂痛，有时头前拢无痛，我甲出去啊，会痛了无，甲手嘛不痛。啊，我这化疗简单哦，我足机会，因为我先讲就对啊，六月初嘛，会哪里来去做，化疗好命。
但是我每摆咧艰苦，我就是看了了是纯咧艰苦，我就是较有意思。但你虽然地，必须甲安排，哪是？我伫看了，所以我就是都，我真会当这几个无法度嘛。我著做话听拄着，我讲哇，你看了，无人像你安尼啊！我无甲这意思啊。哦，啊，这种事实的代志。哦，啊，你呐，咱讲。拍摄人介绍两部，两部爱来微评嘛。哦，确实啊。啊，你开得了，你有感觉对查甫人诶有较有信心嘛？是咪？啊，我嘛是代表，嘛是感觉比较较贵啦。哦，因为我嘛四见面啊，其他我会当外部。我含人咧新闻咧问，我嘛去新闻部问，啊，讲我会当外部。我想做开个啦，因为微书哦，我这段时间用微书去加上来我看。我感觉我是做这服务还是，我顶个加几万公斤嘞，加几万三公斤啦。啊，事实是讲，因为我啦，要发烧，也是感觉我怪怪。我即个外号当中，我直直靠伊，但你赶紧来电，伊安排我住伊，赶紧来住。啊，治疗下来，我等于好啦。迄个精神都够啦。找好医生甲找歹医生差不多啦。哦，谢谢大家。魏主任，请问一下，吴先生啊，他发现的问题，他的初期的症状是什么？哦，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在开刀的时间用微创的方式，而且手术的时间很短，那术后要不要 tracking？ 甚至于说他会不会有一些 infection 的问题？谢谢。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那个就是说男生哦，就是乳头肿块跟疼痛。那通常等到流血的时候，大概就第三期。其实摸到自己摸到那个肿瘤，大概都二期，所以我们才会强调说，在没有症状、自以为好像没什么事的时候，就要来检查，才有可能在早期、临期、一期的时候发现。等到你自己有一些症状，摸到哦，大概来检查都二期。二期跟一期差别在二期一定要化疗。一起不一定要化疗，说开完刀就好，所以才会强调说每年一定要来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哦，自己检查大概可能检查不出来啊，哦，就要做专业的检查。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都会有一个完善的追踪团的计划，每三个月呢就要来复诊，然后看是要做超音波、做 X 光。做抽癌指数的追踪，或是做骨头的检查，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说他病人可能会肝脏转移，所以我们会安排做腹部超音波，然后看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个状况，这个每三个月到就是前两年都这样子，他两年后呢就改成每半年，五年后呢就改成每年，然后一直到追踪十年，我们就会认为他是痊愈这样。基本上我们的追踪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拿那个模型，拿这个模型这样可以大概指一下要注意哪个时间地方啊什么的这样。根据统计呢，这个乳癌哦，50%哦都是发生在上半，所以自己在检查的话，上半部要特别注意，下半部比较少，下半部比较那个。但是还是有，但是上半部都是有。自己检查用那个乳液，我就不是自己，我就是洗澡的时候用那个沐浴乳，这样子摸比较准。但是有时候因为女性哈，现在都有一些纤维囊肿，那个纤维囊肿就是刚提到一些荷尔蒙造成，所以摸起来有时候会有，所以还是来医院照超音波或做摄影会比较准确。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乳头呢，我们也有遇过很少的那个 case， 它那个肿瘤是长在乳头上，这种是一种特殊的叫伯哲氏鼻，那我们也诊断了好几，它可能就是乳头变成白板，有一点那个湿疹的感觉，那个其实也是一种乳癌。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做那个微创手术，我们就是说这个模型真的还不错，就是。它这个可以拿出，这就是
女性的那个乳，或男性乳房皮肤下面有一个这个脂肪跟乳腺的组织混合在一起。那乳癌呢，会就是长在这个乳腺组织里面，就是这个红色这个一条一条乳腺组织。乳腺。那我们做一个局部切除呢，就是把那个乳癌附近做一个局部切除，然后再把那个自己的脂肪去填补那个洞，就是用什么胶原蛋白、玻尿酸去填那个洞，所以外观看起来不会差。那假设还有那个电疗的需求，然后我们就是用一个特殊的仪器，就在那个乳癌附近做一个手术中一次的电疗。它那个东西有点长相怎么样？就是这边是一个那个放射源，然后放射源靠近它，就在这边做一个放射治疗，就是人家所谓的电手术中。那这个当然做这种保留手术是能够保留，是现在女性的一个需求。那有些人他觉得他不想要保留，他全摘，就是这样平行的，他也可以接受。那其实因为现在乳癌年轻化，乳癌年轻化，我们六个 case 里面哦，有一个是小于40岁，那这些都是职业妇女，都还在工作上，哦，都需要社交，他就需要这个我们所谓 social place， 就是有社交上的需求，所以他会要重建。那重建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会做一个义乳的填充哈，那义乳就是会从这个。我们把这个拿出来之后，就是把义乳从这个原本的空腔把它塞回去，那就是就变成说它可以看到它跟原来一样，还是它想要做大一点，都可以客制化这样。所以，对，其实就是那个很多都是有这样的。我先生到我们看到我起来都要让你帮他检查一下他不检查一下不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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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都是会那个逆时钟或顺时钟，就是都固定。像顺时钟就是这样绕一圈，然后双手，然后可以一直重复的。所以自己没办法做，对不对？自己可以做。女生的话就是对着镜子，就是看你要你怎么样顺手怎么样做，就用沐浴乳在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然后这个检查完了，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你要把乳头捏起来，乳头要捏一下，看有没有分泌物。这个大家可能会漏掉，因为有分泌物，大部分也是正常，但是有血或咖啡色的，这个就也有可能是乳癌前期，所以乳头要捏一下。那再接下来呢，就是那个要检查这个淋巴，这个淋巴我们也会检查，然后。像现在，因为大家都打疫苗，疫苗会造成一个免疫反应。这个淋巴打完，大家打完后，可能都会觉得这边肿肿，其实这是正常。但是也是好几个，就是因为这样来检查，就有其他根本不是打疫苗造成，它是因为本来就，然后打完疫苗它就更肿，被我们判出。所以检查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顺时钟画一个圆圈，第二个就是乳头捏一捏，第三个就是一下淋巴不要摸一下这样子。有这个魏主任是，所以说你检查以后哈，当然就说他可能要动那个手术，然后手术完以后他要到 review， 然后 review 了以后他观察的期间，他 return 的时候是不是会有这 infection 的问题？可以告诉我。就是说，我们都是会尽量观察到整个状况都 OK 才让他回去，所以
基本上infection的几率很小，但是infection有几个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抽烟喝酒影响伤口率，第三个就是他本身一个卫生条件不佳，就是说他回去就是没有定期换药，就是出院贴着那一块纱布，就一直隔一两个礼拜回诊才把它拿下。就需要 review 了吗？每天其实都要自己换。对，要 review， 要重现吗？重现就是说看患者需求，因为重现是一个自费。哦，自费。重现是在台湾是自费。哦。对，那这个金额从20万到40万。是哦。对，那但是因为其实就是算是一个自信，还有一个，所以大部分现在的女性都会有这个需求这个条件的时候会重新，所以它还有复发的可能吗？就是说我们都会定期的追踪，那假设有复发的迹象就会把它再抽掉。是过程一吃水料料也尴尬安慰蛋糕滚掉现在有标靶药，是不是有些要吃？哎，可是我
姐姐现在他们都不救他，他在北荣那都给他去安病房。那就是可能可以来评估看看，对，还是有救啊，一定要人死就对了。对对对。哦，这个快点直接去报了的，别这样。哎呀，伊都不会，阿伯，我先问一下，你讲打开始的时阵是几粒啊？你要多粒啊？你？对啊。阿伯，真好在。我是手解封的啦，就咧平常就是好掉。我细粒啊，差不多先。真好在啊！你讲讲讲温吗？就不要煮死掉，是吧？我跟他讲，我起码拿个位，包个网络咧。等那天大雨啊，你啊。哦。这几个时阵都比。那连连啊，好多粒。他带你两个出来，我就是一个坚持，我是讲哎，都唔是咁，我是一个叫贵州，讲啊你讲啊，大嘴一样，啊你发个工资来，我就是，我是做做，啊做做唔俾红钱嘅，我是辛苦嘅，我参加这个，你肯定，是当，我是家庭关系。